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个讲这个 prescript 的 validation 啊 prescript validation 的话，就是我们列为 checkpoint 第八个啊 prescript validation 那这些我们有列一些步骤，因为这边要修改的不是修改分位的那个 image， 我们要修改的是直接去修改那个 prescript 的地方。那我们的步骤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需要去做升级的动作了那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把 jumper 调到那个 QSPI 然后 power on lock in 然后我们已经有把那个要升级的那个 image 已经放在 partition 2已经放好了然后如果还没有的话，就要把它的那个 secure image 就要把它 copy 到这个partition 2里面去然后确定我们就是用新的 partition layout， 就是三个 partition 用三个 partition layout 这个我们列出来的就用 df-h 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就是做 mount 在根目录底下，然后run disk， 然后我们有 partition 一123123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那个 partition 2的地方，我们把所有的就是 secure image 把它list 出来我们就看到这边有一个不 partition secure 然后分位了这个 secure 的 image，然后一个这是 root file system 的一个 tar file 然后还有一个 update.sh 那这样子用最新的就是 1.3.0 之后的版本去做这个复制动作，然后等一下用 update.sh 去做升级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先给它一个执行的权限change mode 加一个 x，就是一个执行的权利然后接下来我们去 run 这个 update.sh 然后升级成功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准备修改 postscript 这个 file。 那 postscript 的 file 它的名字是什么呢？它的名字是 boot.scr。 那我们可以呢怎么做呢那我们可以如果要保留原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先去给它做个 copy 然后顺便我们也可以等一下就是修改之后去比对一下是不是还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走到go to 那个 partition 3的一个 boot 的一个路径然后我们再给它 ls ls 就是说这个是不 partition 就是上面那个透过 update.sh 把这个不 partition 把它升级之后把它解压缩，会放到这个不这个路径底下这个 partition 3的不的路径底下。那我们去给它做一个 list， 就看到这是 image 是 kernel， 然后这是 boot script 然后这是一个 device tree 那等一下我们要修改 postscript 那修改这 postscript 的话，我们就怎么做呢？我们就是先把它 copy copy postscript 到这个copy 成另外一个名字这样子这两个 file 目前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要接下来就是要给它做 postscript 做修改嘛。那我们就把怎样子把第一个 first character 就是第一个 byte 第一个 byte 把它第一个 char 把它改成零改成零，我们用这个 seed 这个命令可以去做修改seed， 然后这个单引号，然后 s 然后这个斜线，然后这个 head 然后点然后 slash 然后零这样子。那我们去对它做操作之后我们再去给它比对这个 postscript.scr 跟 postscript.scr.back 这两个 file 是不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用去 diff，他会说这两个 file 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就是我们去修改 boot.scr。 然后我们就是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就是修改之后，我们去
就是再把 jumper 调回去，要使用那个页面器做 boot 啊，页面器做 boot， 因为我们是在 QSPI 的情况，就是 boot from QSPI 去做以上的修改，然后以上修改之后，我们再去把它就是修改之后把它就切换到 EMC 去做 boot， 然后 reboot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 validation 了。那这 validation 它会这样子，它 reboot 之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 console 就会一直打印以下的错误讯息，以下错误讯息就是类似像这个 error 800 RSA verification fail 好，那这样子，这个就是达到我们所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secure boot fail 那这个就是这边然后它的 console log 就是刚才这边，那我们可以整理一下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去把 boot script 的第一个character 把它修改成零然后重新从 EMC boot 起来之后，它的错误讯息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就是我们有成功的去 validate 它的那个 bootstrap 这个 file， 那它的那个kernel image 的 validate， 就是说我们要去修改 kernel image， 看看它是不是也会造成也会造成那个 secure boot fail 呢那就是这个 checkpoint 我们把它称为 checkpoint 9那也是步骤也是跟上面的 checkpoint 8的开头也是一样的。第一个我们要一个干净的环境，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做一个升级的动作，然后透过 QSPI 在 QSPI 里面做升级。那升级之后呢，我们也是一样切换到哪里？切换到 partition 3里面的一个 boot 的一个区域这 boot 区域就是接下来我们看到有这些东西，这些 file 呢？里面我们要修改的 kernel image 就是这个 image IMAGE 然后这个我们要做类似的动作，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kernel image 把它先 copy 成一个 backup 的一个另外一个 file， 那这两 file copy 之后，这两 file 是一样的，那我们去做一个修改，我们做一个修改的话，那这样子它就是修改的动作也是一样的，我们透过 C 的这个命令，然后去对这个 kernel image 去做修改，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做 diff， 就可以看到出，它这两个 image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是一样把 jumper 调到 EMC， 然后去做在 command line 就是在命令行，我们去下 reboot 的这个动作，它就会从接下来它会重开机，从 EMC 那边去重开机，那重开机的话就会有这些 console 的一个 log error log 就出现了然后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说我们去把第一个这个 character 把它改变成零那这样子的话，那它就会结果就会变成有这样的错误讯息出现了那这些错误讯息出现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是 kernel image 的 validation 是 fail 的就是说造成这个 checkpoint 这个地方它 fail 的话，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再继续检查 device tree 我们把它列为checkpoints 这三个我们就是 boot script kernel 还有 device tree 我们就一起检查但是步骤是要分开做一样的，我们把环境更新到原来干净的环境就是这个步骤一直跑到 run update 点 sh 这边就是一个干净的环境了。那干净的环境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切换到一个 partition 3的一个 boot 的一个路径底下，然后我们这次是要修改这个 device tree 的这个 file 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我们也是要先把这个 device tree 做一个复制备份另外一份，然后备份另外一份就是做这个 copy 的动作，然后做这个动作之后，我们就要把它第一个 character 把它修改成零，我们还是用 seed 这个命令去做，然后我们修改完之后去给它用 diff 去查看说这两个 file 是不一样的，它会说这两个 file 是不一样的那这两个 file 不一样之后呢那我们就把 jumper 调回到 EMC 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是下命令 report 之后呢，就会从 console 里面秀出一些 error log， 好，这些 error log， 那我们的结论就是说，我们把它修改第一个 count 的话，那就会结果就会造成什么？造成它report 它一直 report， 然后它错误讯息就是以下这些错误讯息，好，那这个我们就是ESBC 的 checkpoint 就是这个 validation 就到这边结束，好。